标题：首次做生意投资近百万。43岁前 TVB 主持人坦言希望一年内回本。本文编辑剧透社 X 今日前 TVB 艺人陈嘉荣出席活动，受访时他透露自己最近终于成功推出了个人自家时装品牌，认真恭喜了。他又指自己第一次投资做生意，除了门市外会做网上销售，目前耗资近七位数金额的他又坦言希望可以在一年内回本。问道要做女强人可会没有时间拍拖，陈嘉荣随即笑言现实以工作为先，都是好忙。今次推出个人品牌与另一位朋友合作，但我会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，设计方面都会加入自己意见，全副心机都投入进去，品牌会用最好物料friendly 价钱推出市场，会配合不同年龄阶段的顾客。1975年出生的陈嘉荣现年43岁，他最早于1994年投身模特界发展，当时是由他的包姐关系引荐下入行。之后陈嘉荣为多个国际时装品牌担任表演模特，以及为多个品牌拍摄代言广告。在模特界声名大噪的陈嘉荣更成为了香港人气极高的名模。不过在2004年时，陈嘉荣不幸查出卵巢内患有肿瘤，幸好医生最后确诊肿瘤是良性，最后他通过做手术将肿瘤成功割除，现实身体也已经完全康复。手术之后的第二年，陈嘉荣再次投入娱乐圈工作，并为 TVB 旅游节目《时进东西》担任主持工作，亦因此渐渐被观众所认识，知名度大大提升。之后陈嘉荣又参演 TVB 剧集，分别是《森之爱情》以及演满奶奶大战哥师奶，不过都是饰演配角，戏份也不算多，估计难以令观众留下太深刻的印象。除此之外，